大家好，我是人创科技集团以沙兴农领域的讲解员小王。那么下面呢，由我为大家讲解一下我们人创科技集团最新的自主研发产品人创会呼吸的花盆。那么首先我们大家从外观上来看一下，我们人创的花盆底部是没有孔的，而普通的花盆呢，它的底部是有孔的，它的目的呢，主要是让植物根系与空气进行一个充分的结合，让植物根系保持一个透气的效果。那么我们的花盆底部没有孔，它是怎样透气的呢？下面由我为大家做一个实验。首先呢，我们往花盆里倒一些水，大家请看，那么经过这个实验证明呢，我们的人创的花盆是360度全方位透气的，它具有保水、保肥、透气三大功能。那么为大家讲一下原料，它是由内蒙古沙漠的沙子制作而成的，沙漠中的沙子呢，经过我们的技术处理，最终变成了一个会呼吸的花盆。它主要应用于阳台农业以及设施大棚的种植。如果大家购买几个不同型号的花盆，可以在自己家的阳台上种植一些蔬菜或者是花草，将自家的阳台变成一个空中菜园或者花园。它也是非常干净卫生的，因为我们的花盆它的底部没有孔，所以泥水是流不出来的。它也可以作为一个礼品送给大家的亲朋好友或者是客户，因为在全国乃至全球，只有我们人创科技集团才会生产出会呼吸的花盆，所以它是独一无二的。如果大家想要了解详情，可以登录我们的官方网站，直接联系网站客服，会由他们为大家进行全方位的解答。谢谢大家的。